喂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就是有点想你了。啊？不是你没事吧，大姐？跟我说这个。女孩子总是会感性一点嘛。你还有别的事吗？你这么急干嘛呀？那个，你今晚有事吗？没啥事，你有话就直说呗。怎么我是渗透？就是人家今晚想约你吃饭嘛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呢？啊？你要请我呀？你怎么能让女孩子买单啊？这种事情不都是男孩子做的吗？是啊，我工资卡都跟你手里了，一分钱没有，怎么能啥请呢？你就没点私房钱？我哪敢的，老婆大人。哼，有你就死定了。行了，晚上下班给我打电话啊。这就是我初恋，现在是我老公。仿若精灵的悠扬。